Listen, pray for this. Not here. Not here, Bob. Not clinch. Listen to me, okay? Back. Charg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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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ime keep up. Back. Back. Ready? 我们传奇做自己的英雄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秋水哥，我是董江涛，这是一场65公斤世界冠军争夺赛的 C 组的决赛，今天双方的获胜者将要晋级这个八强名额。红方芒星呢是战胜了中国的散打选手王鑫，对，是 KO 获胜的，然后蓝方这个马守德呢则是击败了峨眉少侠赵传宁，是的啊。 上来，蟒星每一次单击啊，威胁力很强哦，袭击，是吧？非常擅长啊，拳法打进去之后啊，袭击，多次用这种战术啊 KO 过对手，没错。蟒星呢也是随着这个踢拳比赛的增加啊，拳法上的这个优势啊越来越强，他很冷静，他对这个马守德那个伊朗式的扫腿早有预判，对。 论玩腿嘛，还是泰国人比较精通。刚才是，这样马守德在跟赵传宁打的时候，那种非常强悍的组合腿就踢不出来了。对。但蟒星往前走的时候，一定不能大意啊！你知道蟒星的抗击打能力其实并不强。尤其不要对方后手拳迎击给击中。特别是在往前走的时候，试图去。 固定顶膝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自己的头是扬的，这个最高的，你看，你要注意头部的防守。马守德现在是一边走一边打，就是比如说他的头打，即使判断对了之后，想做出反应也比较难，很典型的伊朗的菜鸡。对，马鑫现在是有点啊，节奏上有点乱了，还是要稳稳找回自己的节奏。伊朗选手呢，最喜欢这样退着打，然后在马鑫是一直是在找这个一击必杀这个机会，还是比较难的，黑手有一定的实力。对。 马守德啊，应该是没有马鑫想象中的那么好打。是的，显然他准备充分。马鑫呢，现在试图用一些内围技术。马鑫往前压的第一个动作啊，对于马守德来说，他的第一反应还是很快的啊，马守德。是的。 马守德的腿罚确实很出色，对，从池腿想要摔，但是没有成功。伊朗选手还是。 马鑫是否能够找到更好的方式啊？轻易这个撞击，但是没有效果。双方进入精神纠缠，看两个人在第二回合能不能发生新的变化，可能这个变化呢就决定着最后的结果。双方都是用态度，内围纠缠的这个含义会多一点啊。而且双方都不怕这种内围纠缠。更重要的，双方都会用内围纠缠来化解对手的拳法进攻。是的。
今天莽星算是遇到一个比较强劲的对手了。对，哎，莽星啊，小心啊！曾经有过在往前追的时候啊，被对手一个引体拳 KO。是的。啊，不要急。啊，刚才组合拳穿透了莽星的防守。对。莽星要保持冷静。在往前走的时候，特别提膝往前碾压的时候，脖子啊一定要收紧了。啊，这个伊朗选手的、一直是在做反击啊，是的，见缝插针啊。对。莽星要做一些调整，跳一下。对。哎，这个很重，对，幅度很小啊。刚才那一拳，马守德的两个手中间穿了一些，啊，有些晃啊，感觉。刚才已经打了马守德有些摇晃了。对。哎，又打了一个重拳。继续。枪里拳啊，打得挺狠的，身体功夫上有点像那种砸上去的感觉。对。马守德还是比较有经验的。通过这个左右两侧的移动，化解了莽星的一些攻击。现在对于马守德来说是个比较困难的时间。莽星往前出拳的时候，马守德现在已经有点忌惮了啊，采用低头往前拱这个方式啊，对，贴近对手。所以莽星这出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，不要太直接了啊，可以做一些假动作晃一下。是的，伊朗选手刚才好像被那个拳重击受到一定的影响，现在反应没有以前那么快了。对，马守德呢，通过前手拳，跟直线腿来控制距离。一旦走的时候，就身体出了起来的预算的状态啊，他的经验非常的足。对，哦，这一拳打得比较实。我们两位之间的胜者啊，将会直接参与今天65公斤世界这个冠军赛的这个决赛啊，走到南中总决赛。马守德看来通过局间休息，体能得到一定的恢复。对，哦，进行了，这次是踢到裆了啊。脚背，我在这个角度能看到脚背是擦着这个步道过去的。这个。莽星还是在往前走，找重击的机会。哎呦，这下更重，真的重了。正好是对手踢正蹬的时候啊，这个裆部的。4分40秒。还OK？4分50秒。Last warning. If one more, yellow card. Okay.
Take up. OK. Done. 好的，比赛继续进行啊。刚才这个裁判也是提示莽星啊，就很严肃的要警告他，对你啊，不要再踢了，如果再踢可能会收到黄牌了。是的。哦，连续顶膝，通过内围控制，对，想输出一些膝法。好，马尔特连续拳法进攻，再往后撤，再来。对，莽星刚才做了一个膝法迎击啊，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。是的。从拳法这个运用上呢，马尔特协助了跟高斯。对。双方在进行纠缠的时候，莽星也是注意点，膝很容易刮到这种裆部的。是的。哎，这一拳打得打软了啊！我们这个角度看，但是正好这个马索德抱住了莽星啊，很有经验。他通过搂抱，然后用内围化解掉，给自己一些喘息的机会。那个后手摆拳是把马索德打软了啊！对，马索德经验啊还是很丰富啊。对，双方呢不愧都是泰拳高手，都很不会利用内围。对的。莽星这个后手摆拳抡的幅度也很大，就是说我刚才所说的，他的后手摆拳打上一枪砸上去的一样的感觉。对。小踢落空。莽星的体能好像没有那么好。双手前撑，刚才想要顶击，但是已经很远了，后来扫踢了。因为这个伊朗选手呢，他的步法移动非常的灵活，就是不能给莽星那么轻而易举的起息的机会。哦，又来了个转身拳。走。今天马索德还是很顽强的，战术也采取的非常正确。是的。看来是备战十分充分，只不过这个意外呢是没有意想到的。前手虚滑，前手重击，我接腿啊，双方因为没生外啊，打得太激烈了。对，最后十秒钟，哎，转身摆拳抡空，他非常有经验，知道莽星要顶膝，直接给一个侧。现场的朋友们，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擂台上方的两位选手，谢谢大家。那么我们的蓝方选手来自伊朗的 Masoud 呢，受到重击倒地之后呢，并没有放弃比赛，而是顽强的站起来了，继续的我们接下来的战斗当中。我觉得这种体育精神已经感染到我们现场每位朋友们，我觉得这次的掌声我们单独送给我们伊朗的马斯，好吧。好的，那么最后呢，结果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一下。好的，结果已经在我手中了，一号裁判30-27，二号裁判29-30，三号裁判30-29，四号裁判30-29，五号裁判29-30。所以我们的结果是红风胜。